首先，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班的新的那个新同学，好不好？金靖同学。各位同学好，我是新来的。金靖很喜欢我们节目，非常喜欢。嘿，一直在追。比如说我们心动小屋的人，你比较喜欢的是谁？我比较喜欢男三，凯卫。哦，凯，你喜欢凯卫啊？对，我喜欢凯卫。凯卫。哦，我是觉得他比较有那个男人的感觉，他比较成熟一点。凯卫是这样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我们这一次都是校园风。对，我们仨是运动系的，我们四个。这个是遛弯走进来的，没，这个是来我是开家长会的。因为我们真的是看整个过程的时候啊，确实有那种上学时的那种心动的感觉，所以这一次就把校服穿。我真的，这就是我的高中校服，真的，真的，这还有油呢。我这是你上学留到现在的，这就是我的高中校服哦。但这个确实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衣服，而且这个海军水手服啊，水手啊，确实很可爱啊。我来的是水军。那么接下来，马老师。你是那个，我你要有事先忙，要不？保安大爷好。我们这个班要不解散，我先转个学啊。我真的想的是校长，但结果校长，你为什么觉得你能当校长？而且你看戴上这个耳返更像保安。我几次看到马校长，就是我真实的看节目，感觉他已经就是看节目看到返祖的现象。你看经常。我是觉得怎么有个大猩猩？怎么了？你的恋爱价值观是什么？快回答！马老师问什么就答什么。对，我的恋爱价值观就是开心就好。我们回顾一下上周的重点。第一个 mini date 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小孔，我们猜的小孔邀请的是大熊。但是另外一个我们不知道是谁，对，还不知道谁扭的蛋。我们上回猜的是谁？不是猜麦姐吗？对，猜的麦姐。我们当时认为麦穗啊，他邀请的也是大熊。我觉得太多我们要勾起的这个回忆了，不如我们赶快就进片儿，太好了，好不好？早就想干了，来。小孔起得蛮早的，年轻人啊就是有活力。他在写吗？我们上次猜测是他去 mini day 大熊。直接敲门的，酷。Hello， 怎么了？快点，再见。快点，再见。给谁呀？哦，给谁呀？那马总啊。我。可是他不是已经明显看出来马董和程程了吗？就是喜欢就去追啊，有什么不行的吗？快点，再见。马董说实话还是有人格魅力的。我今天风格今天变了。叮咚 ，Hello， 想搭个顺风车，可以啊，那我顺风，谢谢。哦，谁要搭顺？谁？麦穗要搭顺风车，麦穗要搭他顺风，哎，对，主动出击了。她是被爱情滋润的女人啊，感觉容光焕发的样子啊。
大熊吗 ？Hello， 早。早。这里面这个芦笋是可以直接吃的吗？可以的，你放一点那个胡椒就可以吃了。还是好吃的。好吃。好吃啊。哎呦。哎哎，乐什么？咋的？哎，哦，让你看了吗？怎么回事？好微妙啊！回头看。没事，上面都我来收拾就好了。不不，我们搞一，搞了有点多盘。所以就是他们俩一起做的早饭，再分我们和你。啊，没事没事，真没事。你要着急上班，我真不着急。今天还有十多分钟。那个眼镜挺好看的，谢谢。完了，哎呦，Simon 的小眼神就像一个小雷达一样。啊，对，完全不知危险即将临近。哎，麦姐这么捯饬也好看。嗯，麦姐就是好看。哦，这个就是你们的电台是吗？呀，可以听，可以听，可以听吗？可以听，听听。吹水不撒嘴，我是主持人小苏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这是现场录下来的是吧？对。主角是我们另一个演员。哦。他是其实是很可爱的人。哦。谈恋爱谈得比较爽。哦。就喜欢漂亮妹妹，喜欢漂亮妹妹，但这个也很正常。所以基本大部分是别人追你吗？不，我也会主动追别人，我碰到喜欢的会主动出击。哦，感觉麦姐要雄起。